单的。真的，我一直就有吃完葱，它少少的，然后配水。吃完之后还能吃一道。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真的，来，要吃到底，也差不多够了。对，你们三个一起都在吐。注意了，各位一般人，计时三分钟，预备。准备好，准备好，准备好。还有一场，还有一场，放放放，这是第二盘，这是第二盘。我刚刚吃完了，还有这是第二盘。好，二十八假动，还没吃。要一起吃完吗？对，调一调一调。好，给抓，不要乱。哇！好辣！你不要吃。看这个口水会直流。好，来，好，一分钟过去了，快点啦！好，来。我们轮流吃多，这个会不用说，这个会很紧绷。哎呦，来了吗？哎，吃，哎，赢了再拼了，一分四十秒，最后一分钟了。好，OK。不管他都觉得辣，应该是。你搞一根慢下来。20 seconds。要。两分四十六秒。有没有在拼一盘？6秒，5、4、3，2，好，时间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最后又冲刺了一盘。好，各位，轮到我们了，黄队这边只要吃到第八盘，你们就赢了。好。慢慢吃 ，enjoy， 对不对？全台湾最好吃的剥皮辣椒给你们吃。要吃完了，要吃完了。哎呦，我。要干山的。一直就有吃完葱，它少少的，然后配水。吃完之后还能吃一道。芥花莲的。慢慢来。来，慢慢来。慢慢来。真的，来，要吃到底，也差不多够了。对。问题是他们吃到第四盘已经用掉了一分半钟。过了，你是送路哎。我直接喉咙借过，不咬他了。哦，超了。奇怪，我都不知道你这么会吃辣。阿华莲呢？那脸看起来好认命。时间到，两边算平手。对，平手。平手。你们两队都各个七盘的那个重量，对，每一盘可以换得100克的包水饺的食材，一队有700克的食材，然后你们去分配你们的那个比重。最后呢，会由这边的员工来盲吃，来挑选出谁包的水饺最好吃。看起来就厉害了。对啊，非常好吃哦。老板，妈妈，有点愤怒在里面。好了，可以啊，大家来包吧。这是什么？盐巴要不要让它出水？盐巴，我是怕它已经过咸了。哦，我觉得小罗吃的口味可能会比较像是给小朋友吃的口味。哦，所以要重一点。他们要不要吃？重大人，你们你队长你决定。我觉得。如果不加那些香料的话，好像这些辣椒我们可以再来一点，一半就好，好不好？一半，好，好的，好，就这样，我就这样。什么叫为母则强？真的，还是妈妈啥事都要。好可爱哦，还是都妈妈包好了。好。要一定要捏紧哦，不然它等一下会开哦。馅料会跑出来，对不对？就是煮了之后它会开哦。好。
哎，请问水饺是自己煮吗？对啊，自己啊。哦，我最会煮水饺。三开对不对？三开。因为它是现皮，所以它不用三开，三开会太烂。冷冻只要三开。对对对对，然后你就差不多水煮滚之后，然后让它滚，水煮滚，然后焖它，就是5分钟就可以了。就比较不会粘。下水饺。有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十分钟。有在计时吗？有啊，刚刚14，是假的。对，八。1分钟。就大盘。你在等的时间。可以啊，其实可以。还放一点油。加了多少？我跟水很多了。这个是秘诀哦。你这就要下了，对对对，冷水就可以下了。其实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真的，我们家都这样。他说是阿奇斯教他的，其实每个人家都有一些小配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学起来。嫂子焖饺子，实在好吃哎！别毛线多滋味好，实在好吃哎！吃饺子，嘿，实在好吃哎！嘿，所以你们吃的是饺子，是饺子，实在好吃哎！可以加入了固态吗？嘿，你可以打。这大年头一，好美哦，你那么美啊！跟外面卖的真的差不多哎，不输哎，不输啦！哇！我其实自己也蛮想吃的。小心小心，好，要去煮干，有时候就下去就可以了。哎，他们饺子包的算很丑。精品剥皮辣椒公司里面的9位员工，他们吃剥皮辣椒长大了。好，请问一下，你选几号？2号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比较有嚼劲，然后辣度比较厉害。辣度内行。啊，专业。你来，你选几号？2号。也2号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肉比较有嚼劲，甜味、咸味都恰恰好。2号比较好吃，然后。1号太烂，太烂。你选2号，你也2号。哇，2号比较扎实，扎实哦。应该是有转过，有。对，哎呦，内行啊，哎呦，哎，有甩过哎，有3个选1号的，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吃不出来，所以乱贴？没有人贴，1号为什么？我喜欢味道重一点。他喜欢味道重一点。1号味道是重一点。对，没错。